办呢？这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出租车都叫不到呢。哎喂，去哪儿？你不会打算走完吧？那这样背我，我刚才追他们追得我腿好酸哦。我刚刚因为你啊，车被拖走了，还扣了分，你现在还让我背你，做梦吧你！你还说呢？那我包呢？又不是你刚刚放他走了，我包现在还在我手上呢。哎呦，你这小姑娘长得也挺不错的，怎么人这样啊？你这大男人长得也挺好的，怎么人也这样呢？我现在开始怀疑了，你跟他们是不是一伙的？我跟他们一伙。你呀，现在应该去找抢你包的那个人，而不是在这儿找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管，要么你还我包，要么你背我走。不是我凭什么要背你走啊？你去给我买点水吧。啊？而且有点饿了，我想吃巧克力。去给我买去。你怎么才回来呢？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我这人说话还是算话的，啊！哎，巧克力，谢谢。你开玩笑吧？你开那么好车，你就给我买这五条？车就别提了，租的。好久没吃巧克力。开心了？还可以，30%吧。行，那你慢慢吃，慢慢喝，我先走了。喂，我没行李，我也没钱，你把我丢在这里，好可怕啊！没钱是吧？来来来来来，没了，就200。这些钱足够了。什么意思啊，先生？是你们叫的车吗？啊，师傅，等一下啊，他叫的。师傅，我没有，不是我。我帮你叫的车，你爱走不走啊？喂，就这么走了？那万一我再遇到危险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中国比国外的犯罪率低多了，怕什么呀？喂，怎么这样啊？永远不会再见了啊！喂，怎么这样呢？还上不上啊？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爱奇艺。